前高晓松前妻奚又敏与张子萱前夫杨一柳被曝分手，二人去年七月公开恋情，一度高调秀恩爱，才半年时间奚又敏就发文表示2016年恋爱了，分手了，不合适的人没法在一起。娱乐圈像他们这样闪电恋爱又闪电分手的情侣也不在少数。2014年12月24日，胡歌与江疏影被拍到在机场甜蜜喂食，29日凌晨胡歌醉酒后连发4条微博，疑似表态已分手。到了深夜，胡歌再次神逆转，发表长文公开承认和江疏影的恋情。到次年8月19日，江疏影则承认早已和胡歌分手。2012年8月23日，李晨趁着七夕在微博上大方示爱张馨予，面对网友对张馨予的各种攻击，李晨也选择力挺，但最终在1年后的9月初，他们还是以分手告终。去年6月中旬，刚与前男友分手半个月的梅梅就被拍到与抖森在海边牵手亲吻，没想到热恋3个月后，人物周刊就爆料两人已经分手。分手原因有说梅梅太粘人，也有抖森太高调的说法。不过梅梅的8段恋情大部分保鲜期都没有打破3个月的魔咒。1999年郑中基以杨千嬅的生日2月3日做歌名，俘获了杨千嬅的芳心。热恋期二人花式秀恩爱，但仅仅相恋4个月，就疑似因郑中基与张柏芝的绯闻而宣布分手。2012年11月，阿娇与韩国男友 Tyler 拍拖3个月被曝光，两人还不时预知蜜月见男方家长。不过短短10个月，这段恋情便因为聚少离多宣布死亡。2011年7月底，李敏镐和朴敏英因戏生情，深夜约会，但没想到因为双方忙于各自事业，加上公开恋情后各方面的压力，两人最终于2012年1月宣布分手。去年8月10日，雪炫与布拉克 B 队长 Zico 的恋情曝光，似乎处于半同居状态。不过到9月27日，就因外界压力太大宣布闪电分手，令人惋惜。